知道，深知就是平常时间就是慢慢慢，都没有时间认识新朋友，对不对？对呀、啊，约晨跑了啦。哦，在约晨跑之前呢，我先介绍一个朋友给你认识。你为什么笑那么诡异？你说。因为我觉得他是你的菜。我的菜啊哈！我是清淡口味的、哦，你知道？我知道，书生型的吗？书生是不是？气质可以吗？可。文艺气质可以吗？是可。快说快说，是谁？你知道，就是刚刚我在 settle 这颗头的时候遇到了他，他不是惊为天人哦。你说帅，所以我帮你打听了一下，叫什么名字来着？在我介绍他名字之前，我先介绍一下他 background。OK。他学钢琴学了 15 years。15年？嗯哼。喜欢吗？人生有多少个15年？第一个，现在才第一个而已。是吗？你不是已经 ？Hello。好啦，那我就赶紧介绍刚刚新认识的花轮同学。花轮？是花轮同学吗？你要不要看一下？对，是王轮同学。王伦，新朋友，不是新朋友，对，花轮，王伦，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欢迎王伦所带来的钢琴独奏 Victory， 掌声欢迎。
么气质的场合之下，你这样失控，对吗？好的，真有了。